场效应管 FAT 是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的首字母缩写，根据内部结构的不同，场效应管分成了 JFAT 结型场效应管和 MOS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两大类。场效应管也有三个管角，分别为栅极 G、 漏极 D、 源极 S。 场效应管的 D 极电流受到 G 极电压的控制，只要 G 极上的电压发生变化时，就会在 D 极上产生电流的变化。利用这个特点，场效应管可以实现电压对电流的控制。